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在《流星花园》中饰演的角色是斗山菜。山菜呢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平凡弱小、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但是内心又是无比强大的，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很爱朋友。觉得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零上几度的时候，我们在户外拍了一场雨戏，淋得我整个脑袋都懵了。山菜对我有改变，我为了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更能吃苦了。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哇，这一天好难熬啊，根本就熬不下去了。但是熬过去之后呢，又发现好像再多撑一会儿也没事。我会加油的。我最喜欢的是惠州的海边，那边的海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就是我们在那边拍戏也很开心，边玩边拍的感觉是有点疯狂。那个时候我们拍戏拍到有一种癫狂的状态了，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。其实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道明寺背着我去买鞋子，摆很多玫瑰花吧，因为我觉得玫瑰花它是带有刺的，但是它又象征着爱情，觉得我和道明寺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。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喜欢西门家，因为我们拍西门家的时候是我们度过最幸福的时光。我们拍戏的时候真的很冷，然后只有在西门家的时候有空调有暖气。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意志却是无限的。道明寺，我要战斗！请我吃饭。董山菜。我与你无冤无仇。好你个道明寺，你看那个炮兵并排北边，不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标兵怕跑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跑，完美。你来一遍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标兵怕把炮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跑。哪有是在讲的哦，不是在讲的哦。山菜，喂，一会儿山菜老师和花泽类老师打 call， 一会儿他们要下水，捡我扔的项链，捡我扔的项链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穿鞋下去的。怎么这么开心？没有，心痛。满脸都写着高兴。你怎么这么无聊啊？敢说我无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来，我们喝。还有什么喝啊？就赶快就跟我们女。就应该留下来跟我一起。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。下来吧。好啊，下来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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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继续站着。走Are you ready for this? 我董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。悲伤也像我。
梧桐，流泪也有笑容，没开始的冲动。OK， 感觉自己叫，不然的话你会在这边很尴尬，因为你是傻傻的看他们在吵架。其实应该是有点是这样倒下去的哈。如此感人的画面，我退出。你在干嘛？他在给我贴创可贴啊。阿四，适可而止。放手！不放。你们放开我，真的很痛。我们，珊珊，你和花子类的我们，很快就会消失在你的视线。再说一句。开始。Thank you.